好，来这边，这边。丁总焦虑都不让我休息，疯狂暗示我给他拍直播，把我带到他房间里，让我给他开零食柜。原来是惦记着刚买的新零食，乖巧的自己把门关上，用力一点，再用力。兴奋的跑去饭桌喊我开饭，发现舔不到里面，竟然用手指挥我给他拌凉。好，换你在里面。哇，香浓的营养奶昔。好，去吃吧。过来插嘴，好吃吗？布丁，可我玩过佳佳了，你先去躲起来，还看得到你呢。好，进来吧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往左边坐正一点。今天做一个快餐石锅拌饭，一大包的冻干，来一块鸡胸肉吧，不水，再来一点冻干，蔬菜冻干，里面还有鹌鹑蛋，留一些给猫咪，汤也不要浪费，鹌鹑蛋捏碎拌凉。鼻子都褪色了，吓得赶紧跑到阳光下。鼻子晒太阳就会变黑的吧？但是他们说你的毛也变得越来越丑了，气得直跺脚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自己去配药区找营养品。吃蛋黄可以美毛呀，还要吃呀？那你做一个药的口型。好，上桌吧。蛋黄加奶粉，捣碎拌凉，每颗狗粮都是蛋糕的味道。评论区又有人说你胖耶，去称一下给大家看看。不重对吧？好，去吃吧，吃吧。赶紧开始今天的日光浴。我帮你看。吃过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女士里面坐。这是我们的菜单，这是蔬菜鸡肉拌凉，来一份对吧？要不要来一份甜菜跟牛肉汤呢？马上为您准备。这边甜菜跟牛肉汤好啦，女士您慢用。喝汤吧。不可以吃的。女士，我们打烊了。怎么了？呀呀呀，要干嘛？好，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。要吃什么味道的？这两个都要吗？给布丁做烤串啊。两块磨牙小肉干，四颗蔬菜冻干，肉干掰小块后开始串。布丁的迷你烤串做好啦。你想要哪个玩具呢？这一个啊，跟你一样的紫色呀。我们开始逗它吧。有点生气了。让它咬，还给你，还咬它，咬一下就有奖励的，交给它，让它咬。好的，那你走了。过来。然后就抢过来。好，快点干。好，快点。过来，拿给我。干，没得了。
下课。大家老师说你变胖了，去称一下你多重吧。5.05，其实布丁只是毛比较厚实。让布丁美毛的老龄精华素。去吃吧。喝奶吧，去称一下翅膀有没有变重吧。你的脚挡住了耶，这只手抬起来，手给我。翅膀重了0.1公斤耶。见过这么臭美的狗子吗？晚上了，先关掉吧。还想看呀？先吃饭吧，吃饭了好不好？前两天吃剩下的牛排，再来一个一只小熊，吃一半就好了。这个肉末撒到里面吧，拌一下。给你切小块。再来点蔬菜，这是零乳糖的牛奶哦，看得我都想吃了。布丁，你想先吃哪个呢？要先吃这个呀？好吧，那就先吃狗粮吧。给你吃吧，布丁不认识的人拿东西给你吃怎么办？好好，是我拿给你吃的，是吧？快掉出来了，我给你塞进去吧。卡一个头，它就掉不下去了。对，哇，好厉害哦，没有掉渣渣，是牛排吧？小心一点。对，抬着头吃，它就不容易掉下来。你的嘴巴太小了，没有啦，好吃吗？给你擦一下，再给你看一下电视吧。